今天我们来教大家画耳朵。首先呢，我们画耳朵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耳朵的位置。那耳朵的位置其实相对很好理解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骨，可以发现你的头骨跟下巴交接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洞？来，所以我们耳朵的位置呢，其实就是像这样子画到下巴的顶点之后呢，直接在这个地方画出耳朵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构造。好，我们来看照片哦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肉呢，从这个耳窝出来，好，这一块呢，我们叫做耳轮，然后耳轮里面呢，还有一块 Y 字形结构，这个叫做对耳轮，然后这个 Y 字形结构头呢，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耳窝，接着呢还有一个，这边有一块凸出来的小肉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耳屏。然后最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耳垂。来，我们这边画一次给大家看。首先我们画出耳轮的轮廓，接着是里面的对耳轮哦。然后这边颜色比较淡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用虚线来表示哦。好，接着我们画出耳屏跟耳轮内圈的肉，然后我们把里面阴影部分呢用斜线表示一下。这样就画好，很简单吧？